那第一位女嘉宾已经约会结束了，第二位我们男嘉宾会选择谁呢？3号。3号女嘉宾，咱也看看啊，3号女嘉宾的老照片。来，有请我们3号女嘉宾上场。大家好，爱生活爱运动爱美的我郑岩来呢。我们是不是看了照片就特别想见面的人不多啊？您是唯一一个。那个叔叔你害羞啥呢？不像你了啊，你怎么害羞了呢叔叔？这不好意思了，我搁这个角度有点看不清楚，叔叔是在看你还是看我们？看阿姨呀。我有点当害了。叔叔来来来，看看看。这样啊，两个人既然这样那么想要好好的面对面的瞅一瞅，我们安排一下对视10秒钟。哎呀，我们阿姨不好意思了，我们阿姨是真的不好意思。行，这样挺好，特别行，太好太抢手了。我发现大哥的眼睛里面有星星儿，没动的盯着看。我猜想我们叔叔现在心跳一定加速了。他们猜的对吗？差多少？差不多。太久没接触男人的，就是有点紧张。紧张，其实有的时候咱分不清楚这种紧张到底是因为喜欢还是因为有点分不清害怕啊，分不清楚，那就得多了解。